好，来，那我们这个亲民党的李总召哦，他一向都会比较授权整个其他党团的意见呐，会尊重的哦，所以我们就先进行我们的协商，那我们在这个等一下总召就会来哈、哦，那么。今天特别邀请四个党团召集党团协商有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盐商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修正草案等案，那么这里面有我们的委员郑天才委员等18人拟具住宅法第二条及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这个案子列为我们有政委员来了第一个讨论的案子，那么第二个案子还是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会营业部分的预算案那么我们依照开会事由的第一案第二案的顺序，我们先来处理住宅法修正草案那么现在我们到场的中央部会，我们的这个内政部叶俊龙叶部长他也在现场，还有我们营建署许文龙许署长也在现场还有国民住宅组的朱组长也在现场，那其他我们就不必再特别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住宅法这个法案的审议。这个法案在上个礼拜五院会有交办希望这几天能够协商，然后礼拜二就是今天下午再进行，如果协商有结论，今天下午再进行处理啦如果有结论啦总召我们都希望说这个让内政部能够把这个法通过之后，那及时的赶快推动整个不管是社会住宅还是其他各条文修正草案对于人民有利的法案那我们就尽快的让它通过因为这个比较没有政治这一方面的意味在内，应该共识会比较高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先请民进党党团先表示意见，来请柯总召。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好。有关于住宅法，我相信大家很清楚这是属于刚才院长讲过社会住宅等这个重大民生法案那这法案总共70条，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就几乎没有意见。那朝野协商的时候，那郑天才委员现在到场，交有关于原住民的部分那这部分，郑天才委员也签了名那现在整个住宅法，那我一直拜托廖总召请向国民党能够签名以后，这个法赶快来三读通过。那今天刚好廖总召在这个地方嘛，那参与协商的郑天才委员也来。他也签了嘛，是不是你要找签一签，我们赶快让他三读通过。而且我们这个招委招委那赵天委招委在这个地方，我等一下请他补充说明一下，好不好？来，请赵委员召集人来。好，谢谢院长秘书长各党团的这个召集人，大家好。我回顾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审议的情况我先说真的是很感动，因为各党团都非常认真的在审查住宅法。我们总共在9月22号、10月20号、11月14号跟11月16号进行4次，从大体询答一直到整个审查那各党团针对每一条都巨细靡遗的讨论发言，那大家都摒弃党派成见，就是希望真的能够让社会住宅可以这个上路真的让这个所有住者有其屋、弱势的朋友得到帮助特别我要特别提一下郑天才委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捍卫原住民的权益。怎么样让这个也包括高路委员、我们 GLASS 委员等等各党派的原住民委员，怎么样让原住民的权益写进去？
某种程度上都比行政院的版本都还更进步。那我们也都把它罗列进去，对不对？郑天才委员都在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那当然，立刻我们无保留啊，只有个别几位委员有保留异议权，也就是说院会他发言以外，无保留啊，难得的全部出委员会。那我们也很快的在11月30号立刻就召集第一次协商。那郑天才委员有来，然后包括高金素梅委员等都有再进一步的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那我们也都全部的大家都同意了哈。那同意完之后，我必须说现在争点在哪里呢？倒不是法条的本身原因，可能是在立法技术跟流程上。黄昭顺委员他也认为说，他有两条，至少有两条，他觉得他上个会期当招委的时候已经有先审过了，可是我们迟迟没有让他这个进入到二三读的程序，那所以他一直都认为这样对他有失尊重哈。那后来我们也针对这个点，我们有做讨论。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是整本住宅法的修订，虽然那两条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很快的时间先通过两条，条次完全不同，然后立刻再通过一整本，那这个也会产生一个很特殊的不太适宜的情况，倒不是完全针对黄昭顺或国民党团来。那所以我们本来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说可不可以我们再召开第二次协商的时候，由我跟黄昭顺委员共同主持协商。把他那一段立法的贡献，应该是上个会期内政委员会共同的贡献，我们把它载明清楚，甚至我都愿意说，是不是在我们院会处理的时候的立法说明，我放弃我这个会期当招委的权利，由黄昭顺委员来做说明。那当然，目前我就看我们廖崇超有没有办法啊，书记长真的圆满了哈。那我必须说的是，很感动的是，这一部住宅法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旗舰都解决了。所有的旗舰都解决了，现在剩下的纯粹是立法技术程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就先呈给各位来看怎么处理，谢谢。好，谢谢召集委员，我们现在请廖总召。好，那个院长哈，刚刚柯总召也好，召委员都已经把过去的努力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毫无争议啊。但是我接到的信息不是毫无争议，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尤其是黄昭顺委员在上个会期的时候就已经审过的，那个，特别是他关注的那两条，我一直质疑为什么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不能相容。我必须被说服说为什么不能相容，我不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了哈。有不相容的地方吗？还是根本就是可以合并，那么一起来通过？黄委员坚持一定要把这段话讲出来，因为他非常 care 这个事，这是其一的哈。第二个呢，关于原住民的部分，当然我们非常谢谢各党团哈，针对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呢，大家都齐心。也建构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在条文上呢，我是建议哈，我不晓得，等一下那个天才再帮我补充一下，在住宅法第二条的条文的部分呢，有三种条这个建议案啊，依我看呢，党团协商通过的版本原来是说。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视原住民族教育及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需要，会同主管机关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原住民承租之社会住宅。这个程序上啊，刚好应该要跟他颠倒，主管机关本来就是内政部嘛，怎么会变成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现在是刚好要反过来，是我建议是这样，主管机关应该要在前面先提，主管机关应视原住民族教育及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需要，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应该是要这样子，都一个会同，对，一样了，一样，对，只是说主管机关要在前面，而不是按照党团协商的方式把主管机关放在会同那个地方，不对，他真正是主管就应该在前面了。一开头就要讲主管机关，然后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是原民会
你现在讲的是审查会通过条文。对对对对对对，协商的时候。那请部长回答一下好了。协商的时候，部长，你当时这怎么会这样把责任推给人民会一样啊？你要扛起这个责任才对了。他现在在讲的是这个。啊、对、啊、他希望怎么做？他希望是主管机关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不要写这样。哎、欸，啊，现在不是这样子的吗？现在不是，他主管机关是那。哎、欸，可找那条文。好了，应该来来，这个结构应该、啊。这个好，来来来，叶部长。院长、各位委员哦，那正如刚才几位委员所提到的，这个住宅法在审议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各党派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啊，那非常感谢啊。那刚才所提到的具体的问题哈、啊，其实确实是反映我们在审议的过程里面，对于郑天才委员、对于高路委员、对于许多啊我们原住民立委所提出的意见，我们的高度重视啊，所以非常例外的，非常例外的在各个。啊，各个这个议题之下，特别针对专门为原住民的住宅，我们立下的那一个条款，啊，那刚才廖总召所提到的，究竟是由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啊来主办，还是由主管机关来主办？哈、啊，那原则上是都是地方政府为主，啊，原则上都是地方政府为主，那但是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不限于人民，包括经济、交通什么，其实都可以，也可以积极来兴办啊。所以我们也无意剥夺原民会本身，也可以基于照顾原住民的角度来兴办。那我们都会补助协助啊这方面。那所以当时特别把原民这个条文放出来，特别规定。其实刚才我们赵总召所提到的，其实我们是对于在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重视啊，非常重视这一个部分。那也是郑天才委员诶强力啊，强力希望。所以我当然也是可以请那个郑天才委员再表示一下意见哈、啊。那确实我们是蛮尊重这方面的意见的。那最主要是要让原民专为原民设的住宅能够盖得起来。那主管机关内政部。原则上是不直接去盖住宅的，原则上是不这样的哦。那只是说在那个原民的住宅里面啊、哦，特别去强调原民会特别可以这样，而且主管机关特别又去协助，又去会同，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跟大家做说明，谢谢。啊，等一下，我再好了，好了，好了，来，没关系，没关系，就来廖总召，没关系。我只是要回那个刚对啊、部长的说话哈，就说。未来没有错，是地方县市政府要真正要掌握这个整个提案进度、经费等等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你内政部去管理、去指挥，叫原民会去指挥县市政府，指挥不来的啦，哦，指挥不来的，到时候他们会好了走一半。好，来，请吴秉睿干事长，我来表达一下了啊、哦，这个把哪一个放在前面，这个是其实是语义上面哦，谁是主动发起的意思啦。你如果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现在比如说我们把原住民族委员会带进来这个里面，意思是说原住民族委员会应该是原住民族的教育、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来会同这个内政部。那这样写也有这样写的好处，内政部放在前面做主办的机关，然后再会同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也有这样的好处。问题是因为内政部的业务非常的庞杂，如果内政部他在顾虑到自己的业务的时候，他不会很重把原民的事情随时都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在新办这个业务上面的时候，他很可能有很多个重要顺序。可是如果是把原民会放在最前面的时候，原民会因为他念兹在兹就是原住民的业务，所以他那时候他比较会考虑到原住民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那时候他来做事先的规划来会同这个内政部的时候，会发起的地方会比较积极啦，这个也没有谁对谁错啦，就是考虑说怎么样发起会将来最后的结果会对原住民在这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上有利，是做这样子的考虑而已啦。哦，这一点我想我也跟国栋总召做个报告，其实他这个文的意思是这样。那民进党可以讲说在这方面没有意见，但是今天的考虑说你把原民会当作目的主管机关。让他来发起的时候，他比较会随时都去考虑到
原住民族居住这个社会住宅 的需要这样子。好，我觉得八栋没有问题，但是重要是管理的后续的管理。原民会 哪能去做那么大庞大的这个事业，尤其是要 建筑这个部分，要建设这个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好，等一下，没关系，大概我们都了解你的意思。 okay, 好，来，这个第二条哈，主管机关在中央文理政府，地方也有各自县政府。第二条写得很清楚，那现在曹海翔加这一段，目的是主管机关啊，也是原住民这个这一段是站在最后一项，也就是曹海协商郑南才委员提出来有关原住民的部分，所以在最后一项再加这个，这原来行政送出来版本是没有这一项的，没有的，本来没有，这是好，这是你们，爸爸等一下，是曹海翔啊。郑南台委员所需要，所以大家都同意把它加最后一项，再增加，再好，再增加上去的。好，主管机关当然是建议这部嘛。好，很好，那时候会场大概大家都不反对朝这个方向，只是文这个啊主管机关会同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这个文字也超强，大家我回顾一下，因为哈就是。因为我全程都在嘛，好，当时最后一次协商的时候，其实高金素梅委员跟郑天才委员就辩论了这件事情了。哦，然后呢，原住民呢、委员会，我告诉你，他们不想扛这个责任，我都知道，你也不用对他们说了。然后呢，郑天才委员坚持要他们扛这个责任，因为他们认为也只有原住民委员会的才会重视原民的需要啦。其他的像刚讲内政部、市政府的策财力在这里，他说业务这么多，我把你摆在最后一个，就枉费了母法这样定。但问题是呢，我们就会智慧的结晶，就是说也怕市政府或内政部啊，就不管你原民会了，你能量又少就不管你，所以那会同两个字就很重要，对，会同主管机关，所以把内政部跟市政府、县政府都抓在一起了，原民会发动，但你县政府跟内政部要一起来。我回顾一下，好，我现在哈、把你们现在啊、的问题啊，就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因事啊，然后再会同主管机关，这个是现在修正的条文。那廖总召的意思是，主管机关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这样子啦，就是这两个啦。哦、啊，好好，就把大家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来，徐佑明委员，对啊，我想，其实我们在立这法都是出发，都是想要从照顾原住民的角度出发。嗯、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立这法不代表自动就会产生。那些结果嘛，所以主要是看原民会跟内政部其实是不是或地方政府是不是把这个当作很重要，我们是提供个机会，嗯哼，好，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廖总召的关心是有的，可是我想原本协商结论原本协商出来这个条文其实基本上还是希望发动还是在原民 会，嗯，好，因为这样子就像大家讲了，他应该会把这个价值放比较高，嗯，那如果他来发动协同其他，其实是会比较能达到那个效果。好，我是觉得说原本协商结论这个还不错，不过廖总召的考量也是了，只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文字上，不过我还是要提啊，最重要的是原民会有没有这个政策目标，对，原民会有没有人来，对，好，等一下我叫你说话你再讲，对，他有没有这个政策目标，否则我们立的这个法他没有，好，就算我们怎么修，他也不一定会发动嘛。好，我是觉得大家关心这个很好，而且把它凸显出来了。好，好，来，李总召。其实他这个哦是很单纯的、啊，他这只是社会住宅要来针对原住民给他提供的他的住宅住的机会嘛。对，所以他这个区块只是针对社会住宅一部分拨出来给原住民他的一个机会而已。所以这个主管机关这种说法的话。它不是囊括了整个的社会住宅，对，所以你原民会本来就应该要去主动出来去针对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该有的团体的部分做一个程度的一个确认嘛，所以这个本来就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走才是合理的啦。嗯嗯，哦，那你今天不是说这个社会住宅盖出来全部要给原住民住的，不是这个意思，嗯，这只是说这一栋的社会住宅里面有一部分原住民他该有的权益他必须要去享受的嘛。应该是走这个方向才对嘛，对不对，廖总召？所以说，今天你原住民的他如何来去争取他该有的基本的这个区块的权益，就本来就应该原民会就要扮演一个程度的角色啊。哦，如果这个社会住宅全部都只是单纯盖给原住民的，嗯，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对啊，今天是社会住宅里面，对，原住民他该有享受的百分比例，
对，我们这个的精髓是在这个地方嘛。对，李总召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一个社会住宅盖了之后，哦，那新办或奖励民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专供原住民承租的部分是谁来发动呢？啊，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请那个。亿万户主委，好来，户主委讲一下，我先讲一下，好来，好来，好啊，等一下，好，这个柯总召先讲一下，好来，这个哈，这点出一个问题啦，正在委员为了这个事情，然后去把原来行政版本没有加上去，经过草委协商，正在委员签名，那现在显然就是要跟委员，你们国民党内部有不同意见嘛，所以你们要先整合好啊。我想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嘛，这某些差况是强的更讨钱，那不要紧嘛。主管机关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也是一个嘛，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主管机关，这都要做同样的事情了、啊。那现在就是说，你们工党内部要有整合的意见嘛，啊，显然是你们内部不一样嘛。怎么讲呢？那个是人民会来催我要不要讲这个啦，所以我来本那副主委讲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住宅法都有算全程参与跟协商，我有参与哈。那刚刚李委员在谈的那一部分，对于社会住宅里面本来就涵盖有原住民啊、哦，所以那一块在第四条会去处理。那因为在这个住宅法讨论过程中，其实我们原住民委员们都非常的关心，所以对于中央政策里面到底对原住民的住宅政策有没有被内政部所关注，所以会在第五条里面特别加注的对于住宅的发展课程跟课题跟原住民的文化需求，在第五条55页都有把它特别加进去，所以其实在整体的规划里面，内政部本来就要扮演整体把原住民住宅需求放进去。那在第二条这个定义里面特别把就是发动权哈，刻以原民会有这个发动权，是因为前面整体性的规划都在内政部，落在中央就是内政部哈，那地方就是地方政府来处理，所以在这里才赋予所谓的原民会有这个发动权。所以我在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当然知道很多原住民委员都非常关注这个条文。那我也提醒原民会，因为原民会其实闪躲得很严重啦哈，因为他们自己对于自己该要去做的那个住宅的政策，其实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哦。他们告诉我们当天的会议上也提到是没有钱。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要解决的问题哦，他们也要克服。那当然，所以后来才加上一个会同主管机关，会同主管机关当然也包括了中央跟地方，因为就我们的经验里面，像山阴地区的这个原住民社会住宅要自己新盖，他们碰到了就是融资的问题跟一些问题，那他还是要地方帮忙，还是要原民会帮忙，可是那时候原民会就是没办法帮忙，他没有在相关政策上是没有主动去提供，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原民会不能逃脱这个角色，所以当时其实比较像这个现在的了，现在的结论的这个条文是会同啊，是在第二行。对，就是以现在的条文，是现在的条、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条文。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样。好，谢谢。好来，好来，副主委。谢谢主席跟各位委员的指教。事实上，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原民会闪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原民会因为知道他的人力，好，我们现在其实只有一个承办。好，然后那个编也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当然，今天我们也听到我们叶部长也提到，还有其他委员也提到，是说因为在其他条文里面都有纳入主管机关的一些对原民这个住宅政策的一些规定，所以我想就这个部分，我们就只是说明一下，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建议主管机关在前面，然后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这样的想法啦，并不是闪躲，因为是。那现在呢？你讲的你们没有人力，只有一个人，没有经费，这个都不是理由哦。好，都不是理由。好，因为没有人就要增加人，没有经费，当然就是为原住民要争取经费啊。对。所以不能用经费跟人，要用你们到底要不要为原住民做更多的事情的角度。对，是我们这个一定是责无旁贷。好，那我今天这样一轮这样听下来，其实安心不少，就是怕说那个时候变成那时候原民会主动权，但是可能没有其他的那个资源。来，天才兄，这个副主委这样讲你就比较有信心了。
我也是前副主委了。前副主委。我是前任的副主委。有关这个这一项啊，是我在有提案哈、啊，有正式提案的，后来因为也在协商的会议的当中哈、啊，做了一个说明了。为什么会增加这个条文呢、啊？本来按照行政院版的第二条的第二项，就已经有这个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可以因着他的需要来去办理哈、啊。那为什么会特别再增加原住民族的部分？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原住民族基本法有特别明定，政府应策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文，然后我们蔡总统在这个原住民族的政策里面也有特别提到原住民族的住宅的部分啊，所以我就特别增加这个条文。这个条文最主要就是说，其实是跟原乡没有关系，主要是站在都会区。都会区因为我们人口数啊，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45%以上，啊，已经一直在增加。那在都会区，我们人口就都是比较分散。那我们在实施相关的原住民族教育的提升，以及我们语言文化的传承，大家住得很分散的话，就不容易去实施，啊，因此啊，我才会说基于原住民族的啊，为了原住民族的教育、文化、语言的需要，那政府机关应该要设一个专供只有原住民可以住的社会住宅，啊，是出发点在这里，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到底是要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还是要由主管机关来去新办哈、啊？这个部分其实在协商的时候都已经讨论了很多，那现在会增加会同主管机关了、啊，其实是协商之后的条文了、啊。啊，本来就应该就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办，但是联名会他担心他的人力、他的预算经费不足，啊，所以他才会希望能够会同这个主管机关。对啊，所以现在就以协商的条文来通过嘛，现在联名会也支持这样子的。然后讲一下啊，联名会嘛，支持啊，有没有意见？原民会组织法里面第二条写很清楚，你执掌啊，住宅这个都是你组的。过去哦，国民党执政时候曾经专心办，就专办原住民的住宅，但是没有成功，哦，曾经也处理过啊。就这个是你的原民会的执掌啊。如果原民会也没问题，哎，副主委这边。就副主委，请问一下，那如果照你刚才发言，那协商这个条文你们也没问题吗？现在就接受了啦，因为他刚担心没有人、没有能力。啊，就不是这样了。这个条文是引爆你们啊，好，让你们有。那这个就照这个协商的结论啊，我用半个原住民的身份呐啊，我还是觉得原住民来负责会比较照顾原住民、啊、因为内政部我也当过内政部长，那个事情太多了啦，那个没有了。报告院长，报告院长、啊、我们恐怕要有附带决议承担这件事情。好吗？你可以啊，可以啊。院长，好来，你就附带决议，你写啊，你们写啊。看你们怎么。好来，他这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其实哦，就是未来因为会周多争，就是说会抢啊，会抢了、啊。你到时候是因为毕竟他的户数会有限，对，那原住民毕竟他还有一定的人数，对，那谁可以进去，未来会产生的问题会延伸出来是这个问题，嗯哼，所以他们现在担心的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嗯哼，所以你原民会这边未来在认定的部分，对对，这个相对的这个配套要同时在这个法案的时候应该要赶快要有一个程度的一个要出来，未来啊才不会有这个争议产生、嗯、今天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最主要就是未来在分的时候怎么去分，所以这个原民会、哦、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同时配套，也让我们在立法院的所有的原住民的大家的委员们、哦、大家去做一个确认。 好来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哦、那现在这个条文都没有意见吧？好了，是不是这样？他讲完再讲，再请还有要附带决议吗？没有，有没有？那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的话，那等一下就可以签名了。不，就是没有，不，你的附带决议可以你写嘛？你把它写出来啊！还没签了，好啦，你就写附带决议在这里啊。那到底签不签？要讲清楚啊。会啦，要等恭候的候，就是附带决议嘛，你们来写啊。整个都完成，当然签啦、啊。你黄昭顺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呢。好啦，我们一条，还有啊，这一条就这样子的哦。刚我跟赵天林兄啊有讲了怎么处理那个黄委员那个部分。好来，回来讲，回来讲。好了，黄委员的问题，他也同意的。好来，用文字叙述的可以加注，可以里面可以。对，好来，我现在要讲清楚，把这个加注的，我马上说服他，我签了。好来，好来。啊，圆明会这个部分哈，刚刚怎么写要写，全部在哪里写？对。好，现在请你帮我找。好，刚刚李总召讲的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事实的哈，一个事实。不过我们过去啊，曾经有过一个提议。因为刚曾天才委员讲到了，现在原住民越来越多移居到都会区来，对，将来那个住宅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我们过去有过一个叫做集合式住宅了，集合式住宅。那后来因为出了状况，所以那个整个政策呢就停下来，也是在你们执政那个时候，这8年前的事，就停下来了，那个政策停下来。那我们后来就转而希望能够比照。眷村条例，你先听我讲，你们再说明，我们要求比照眷村条例来做原住民的住宅条例了。确实，我们后来讲，但是到现在这个案一直没有成熟。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附带决议，就是要把这个权责讲个清楚啊，权责讲个清楚。我们不希望明明主管住宅的内政部把所有的原住民的住宅的。这个事情啊，全部都推给圆明会，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了。所以有会同主管机关嘛？是呀、啊，专业不专业的啊，管理不管理人才了，你知道吗？圆明会将来在处理这个事情会很麻烦。等一下，好，来四方阿鬼哥洪军兄。我对哪一个机关来主管？如果内政部跟原住民委员会都讲好没有意见哦，可是我要提醒各位一下，如果你是只是在乎都会区的原住民的话哦，未来。我们很多原住民哦，都会由山上迁到山下，好、哦，那就是会上市，没有，这是真的，现在就有这种情形。那个因为你的户籍地一定要跟你的住宅地一样，那所以山上原来的所谓的山的原住民的议员的席次啊，或者是原住民的席次可能会降低哦。我的意思说，这种是属于族群上面的问题，而不是只有单纯新建原住民住宅的问题。我提醒一下，其他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提醒一下各位而已。好，来，洪军，好来。我真的，我凭良心讲哦，真的也是要建议，为什么要把原住民刻意要拉进来？因为他们比较弱势，所以我们是立法的初衷。可是你这个规则规矩不去把它定好的话，将来一定会有争议。你有关系的住进去，没关系的住不进去，到时候又是一个争议出来。那如何是怎么样子去做出一个它的门槛，然后是怎么样子的游戏规则，原住民才有权利，有谁优先顺序怎么去住进，有这个机会进社会住宅，你不把它明定出来哈，后边的问题会足有，会反而是一个立法的善意，后面变成恶意出来。所以我还是呼吁有我们同仁这边哦，这个部分。要有一个程度要给他明定出来，因为这个细则没有出来。啊，细则我们再请他送立法院呐、啊。大方向我们都 OK。OK 了哈。大方向都 OK。那细则部分好就内政部这边会同这个应该要给 他。好，那个附带决议你就把这个写上嘛。好来，柯总。我想这一部分已经没有问题哈、哦，就到此哈、哦，剩下一个还是有问题的。那只要这没问题，我们就大家签名，就是不是等一下就可以删读嘛？哈，不要急着签名。不是，那大家这样我。我还有附带决议那个柯总。马附带决议你写，你赶快写啊！马上写。莲花。我跟你讲了，那今晚得来很诚实的面对啦，哈。嗯。那我知道现在是黄昭顺的问题嘛，哈。当然你们也很难处理他。那我也去拜托过。那当然，黄昭顺是一个相当拗的人了，哈。我想在这个在临时会的时候，我们就处理过这个问题了。那在临时会，他一直要删读这个条文嘛。那个条文是哪些条文？我这样讲给大家听。那总共7条而已啊。7条有行政版本，2条，好、
原官人两条和行政版完全一样，剩下原本以四条，啊，那他还有郑丽君的条文，所以总共有四个提案，那加起来是总共七条而已。那这七条全部是因为那时候林书瑞他一直在通过这个，我们行政的前案已经进来了，所以我们说拜托这个一定要整合在一起。那现在已经这个行政版本七十条全部处理好了，那好像是委员，当然他说他当招委，他这些他处理过的，那个当招委处理过法案要先删读，那目前还是只有一直这样的样态啦。那要拜托公很难啦，因为不可能就是说前面的七条有四个委员版本哈，都是部分条文的，已经全部纳入行政院版里面的，那条式也不一样，那现在。只要他坚持这样的话，一定会变成怎样？那你先搞黄道顺主席这三四个版本哈，那里面包括有郑丽君啊哈，有美女行政版两条而已嘛，严宽仁和行政版完全一样了。先删除通过，然后再弄一个会址案，啊，再处理现在七十条。这个立法立场很少，所以后来我一直跟那个跟廖总召以及国民党朋友一直拜托，那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协商后，那这个都八十的力量，大家都有签名嘛，人家国民还没签嘛，就我们把前面这段叙述清楚，也对于黄道顺委员主持这一段，我们予以肯定，哦，所以这个条后来这些那听看看，后来也晒，那未晒变成下，嘛不要紧，这个才会解决问题嘛，否则不可能说先删除，删除通过前面七个条文，然后把再办个会址案再通过，所以我念看看呢，看。那本院内政委员会哈，那这个我把关键性的文字写出来，就前面这几个委员会哈，因为我要审查住宅法哈，包括行政函请的住宅法、尤美女等哈，郑丽君还有严宽仁，经内政委员会招委黄昭顺于四月六号召集哈审查完竣，审查会无异议通过相关修正条文之修正内容，攸关人民居住主权甚巨。亦经内政委员会，哈、哦，朝委党团协商无异，纳入本案前案修正。啊、这个各党也是只剩下你们还没签嘛？这个、放在哪里？要放在哪里？放在这个整个协商文件里面，审查报告里面。然后，哈、哦，协商结论的内容，其中一项也可以，都可以。好看你们尊重你嘛。这个大家要签名的，只剩下你们还没签。只要这样的话，你们希望放在哪里？审查报告还是？要放在协商结论的其中一点，协商结论里面嘛。好，因为这样子是可以从肯定嘛，而且是院会有记录的嘛。我们不可能去先通过一个七条，然后把再来办个会议案。来，我都 OK 啊，好，我们都支持。来，超明兄，现在你是召集人。我是觉得放在协商结论了。好，但是刚刚写的太简单了。啊，不然你就复杂一点，你来写啊。哎，我问一下柯总召，这个如果你们现在拿出来的话，就是表示是黄昭顺委员审查完尽的。没有，并入了。你到并入。并入了。你得到，你无写并入本案。有。不行，纳入本案，纳入最后一句，纳入本案前案修正嘛。纳入本案，大概了解。好，来，你讲。你要写到怎样？哈、哦，内政委员黄昭顺，黄召集委员昭顺于民国几年几月？好、哦，第几条？好、哦，他那当时的第几条审卷完毕，已现行啊！哈、哦，通过条文第几条，他条文是一样的。你要把这个列得很清楚，他才会接受了。好啦，你就下啊。下你我下个很。把这个都没，我们要让我们的委员表现是让人民接受的。纳入本案哈，前案修正案里面嘛，这里面都有写很清楚了。我一下，我起来购买了。啊，你个看着。好啊，这个可以。那大概原住民这一块啊、哦，那个附带决议赶快写出来，要让我们要念给大家听呢、啊。那个原民会，那个内政部也帮他看一下附带决议啊、哦，看可不可行。
干脆有一段落来描述这个中间立法的辛苦还有贡献，我觉得。不要很多的赘文啊，就是重要的啊。这个部分还在写文字，沟通。嘿，不是，请他们文字写出来，我等一下就念了。他们正在写。好，所以我要提另外一个附带。哦，来，这个时间不能等一下浪费时间了哈。好，来。我基本上呢是代表了比较偏乡的、比较偏远的这个县市哈，来提这个附带决议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本次住宅法修正攸关社会住宅未来规划设计、兴建、奖励、营运以及管理维护，主管机关应确实执行法令，以彰显国家照顾弱势，并提升全国整体住宅品质以及管理能力。住宅法立法目的不仅应解决都会地区青年以及弱势民众住宅需求，更应兼顾偏远以及离岛地区民众之居住正义，避免因资源分配不均过度集中在直辖市以及都会地区，扩大城乡差距。据点原此，主管机关应每半年定期于官方网站公告中央政府补助各地方政府住宅相关经费以及各地方政府预算执行状况，并针对财政能力不佳县市建立适当之经费补助标准，不应以竞争型计划限制偏远以及离岛地区之发展。你书面的给他看。OK 了，印下来，给部长看，也给各党那个各党开参考。先夸这个。去印那边有影印机。不对的。那边有影印机。啊，所以要分。住哪里执行能力多少，让社会大众知道，对县市来讲也是一种监督啦，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因为我觉得他后面这个每半年定期官方网站上公告哈补助，还有一些执行预算，我觉得这也可以啦。好，因为大家会关心嘛。对对。
这个应该可以接受，内政部也接受，大家也关心这个议题，总统也是把它当目标嘛。对啊，你我补助你这个县市啊，你结果你的执行率连半年都没有。那个也不对啊，赶紧向国民党那边写，赶快写出来。那我们你要让他们签的要准备啊。因为樱桃已经已经弄签了嘛，对，他就是把他所有放在部件，确认这些部件，他就只要签前面那一块。
那个打字的我没有看到。对。不是先把那个我们后来提的原民会提的这个附带决议 OK 了嘛？哈，两个决议案，两个决议案都通了，文字都看过了嘛？都看过，你们都看了哈，内政部也都看过了。看过了。好。最关键的来。哦，银行哦，你在写字签的，结论一跟结论二呢，我跟你讲哦，嗨嗨，写字哦。就是要看一下，要看一下。这个协商是实况转播呢，这个讲话要算话的。老君是怕人，老君怕陈颖，应该是我在当场协商的，所有的电视台都在那边直播了，怎么没有？
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哈，这两个附带决议进去以后更加完美了啊，这整个房更加完美。但是我得再说黄昭顺委员的状况嘛。啊，对啊，还有丙类公司的对。协商结论第一点。第一条哈。第一点。第一。等一下，第一点会把那个陈述，嗯，收进随提案的。哦，金内政委员会黄昭基委昭顺，一百零五。还有，感谢他。还有，肯定他。我想他看到这个文字一定很高兴了哈，但是他刚才告诉我说，跟柯总做的短暂的这个交换意见，我们今天签 OK， 礼拜五再三读。因为礼拜五23号才满月、啊。嗯，我们是再让他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让他欢喜一下。我们现在国营事业现在才3:57，国营事业我们大家对他都有意见嘛，那我们来进行这个到二读结束，三读我们留到礼拜五。对，下次会。他对柯总长还有一点要求，那柯总长应该讲几句话了。好来，我这一点不要叫我道歉的。我要当个承担者了哈、啊，这个是这样的哈、啊，这个事情从临时会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哈、啊。那黄昭顺委员一嘛，他好不容易当招委认养了住宅法，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上个会期他认养住宅法，所以他也很热心积极，要把这个住宅法在他手上中完成，这点问题同意啊。哦，但是呢，后来因为住宅法，我刚才讲过，有行政版本2条文而已，还有游民的版本，严管人版本2条，和行政版本一样，征信版本加起来只有7条了。所以在临时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直要处理，他一直要说住宅法要列为要三读通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行政的前案版本也进来了，哦，也进来了，整案的70案也进来了，所以我那时候一个拜托公哈，啊，这70案好好审完。然后再去三读，他坚持要前面要先过，那一直为了这个事情，他一直很在意，一直很在意。当然我能够了解，每一个当召集委员，他都有心要他认养法案能够及早三读，至少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可以的，所以我承认。那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又闹得不大愉快，哦，一直放在心里。那我一直去跟他拜托，我上个礼拜五我也去找他。啊，他说我直接想拿三读啊，不要再会址再来，我安委通嘛，好、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持民论黄昭顺他是跟我现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民进党里面唯一两个人哈、哦，是从第二届进来啊。持民论我们在走过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啊、哦，大概玩街修怕哦啊，那冲突妥协等啊，哎、欸，都一路走来啦啊、哦，那我们是唯二的啦啊。哦，那当然，我和他能够谈话，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因为拗起来是很拗的，所以我在这里说，这样的过程中间，只要忤逆到他，违让损的意义哈，当然我在这里抱歉，因为我有党的责任哈，我必须要完成一些法案嘛，那所以今天已经走到这个地方来，我相信国民党，我党边都在这里，我一直跟他拜托，那上礼拜五我也一直跟他拜托。那这中间假如任何他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我个人跟他道歉没有关系，因为大概啊都是为公的事情嘛，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嘛，哈、哦。那今天就是这样吧。持民人今天不三读的话，礼拜五也到一个月也可以处理了。那大家没有意见，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是不是这样啦？我们折中一下，好、哦。那今天先二读，啊，礼拜五三读，哎，在吗？爱痛我，你有讲到重点吗？有啊，有哈，我讲得很清楚了。
跟他致意啊，又道歉了 啊。因为大家都是为为公的事情，没有任何私人恩怨的问题啊。当然，政党大家都有竞争嘛。他坚持的想法，我能够了解。每一当招委都是希望他手上的案子能够三读通过。这个当招委很重要一个好目的。包括赵天麟今天也坐在这里，也是要看这个法案有没有够啊，是不是？他当招委嘛，是不是？所以这中间我和他有一些不愉快，我在这里，因为大家老同事，我刚刚抱歉都无所谓，但是绝对没有任何私人恩怨的问题啊，是为公会要给他给嘛，哦，应该是安尼。哎，安尼有够成，讲第二摆哦，又来要讲英语了啦。我不能代表黄昭顺来回话，但是我听了柯总召的这个话哈，有达到核心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回去会跟黄昭顺再进一步的沟通哈。那程序上我已经签了，哦，我签了。对，尊重赵顺。我们回去会好好的把那个柯总召的 document 哈建议啊，哎，跟他转达。哎，那我们这样子的哈，刚才针对住宅法的协商啊，各党团都已经都有签名，那里面的文字啊，会因为非常的长，等一下啊。我们的议事人员会议的大家都有看过，我看我们就不必在这边重复一遍。那国民党党团提出两个附带决议，我们就列为协商结论的附件，对不对啊？就一并在协商的院会报告事项里面把它报告出来，好，好不好？好，这样可以啊。那我们今天依大家共同的结论啊，等一下我们立即到院会进行院会处理二读，那下这个礼拜，因为时间剩下一个小时，也来不及三读。我们这个礼拜我再进行三读。好，那国营事业的预算我想大家都还有一些看法。用一分钟讲个原则，好不好？好，国营事业预算哈，我在这里还是要很恳切拜托国民党哈。我们在临时会的时候表决300个案子，总共1500个。表决到有人都倒下去了，剩下1200个案子啊。那今天早上我有去拜托，廖总召哈，终究国营事预算没有通过的话，要并结算，这年度要结束了，至少立法院的基本的遮羞布也要完成了。那现在还有1200个案子，我的看法哈，请廖总召拜托。没有。我这样不要紧的，我廖总召，我很慎重再讲一次的，我花很短短时间了。立法委员审查预算法案是那两个天职的，那预算没有通过是大家都不好看的。那年度要结束了，所以对于剩下1200个案子，上次我们也协商过100多个案子，是不是那个报告后还可以冻结10%、20%？报告才动资，那个先撤案啊，那个先撤案，因为没有时间再报告了。至于我们能够接受，我们会接受；不能，请国民党哈看一看，能够撤的尽量撤。那剩下比较少量，我们再赶快来协商，用短的时间来处理，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的啊，这个啊，我们请主计处把相关的营业以及非营业基金的还没有处理的部分啊，那可以接受党团的提案啊，那他就接受了哈。那已经到年底没有办法执行，还是说这个已经都已经用掉了，我们还在删除，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们就尽量撤案了。这个没有意义的就撤案了。那其他的就依法办理，依程序办理，这样子啦。好，好，那我们好，我们今天的协商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啊，好，谢谢。好了，先二读。